好，我看下这题哦。他说甲乙丙丁戊己六个人当中选三个人当委员，其中规定甲一定要入选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从六个当中挑几个？挑三个。我要甲一要，要从一个甲当中挑一个，甲一定入选嘛？换句话说，再从剩下当中挑几个？两个，就出来了。所以第一个动作，我要不要甲？要，从一个甲当中挑一个，再从剩下一二三四五当中，从剩下五个当中挑两个，就出来了。所以搭配起来，答案是其中十种，这样行不行？请后把这边看一下。